请收看《卫星世界》金光八日波罗蜜经。心中一想。圣教一心大学所有神士同修，我们合掌共念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一经大学微信贤士，我们今天啊，102年5月28，我们继续在禅机山仙佛寺总本站千佛禅堂。再来共修一日禅，我们来修《金刚经》的真实义，而《金刚经》的奥义，啊，《金刚经》啊本来面目，都在阐释告知我们每个人自性、觉性的真面目。所以我们从空界、天上界来到世间，各依不同的时空，各依不同的天命，来到世间地球走一趟。有的在3000年、5000年前，有的在当下才来。尤其释迦牟尼佛，佛陀就是觉悟者，我们的觉性觉悟者有释迦牟尼啊，他的修行来找出每个人如何来找到真正的自己如来的真实意念。在《金刚经》，我们开经偈，愿解如来真实义。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不是只为了世间的名利啊，住的好坏，穿的好坏，有没有权，有没有势，这个不是这么狭隘。所以我们修行了几千年，究竟有悟道了有多少人，有成就与释迦牟尼佛同等果位、同等智慧的有多少人，还是寥寥无几呀。所以我们在今年的5月7号，我带着维新博士班49位我们的法师同修，一定要追根溯源啊！一行49位到尼泊尔佛陀出生地啊，释迦牟尼佛他的出生地。到了
释迦牟尼佛他的出生地在南比尼，南比尼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历史对于佛陀记载最多的地方。出生在南比尼，他的妈妈一定要回娘家，怀疑了佛陀释迦牟尼，就悉达多七个月回到娘家来，刚好很热，印度都很热嘛，啊，一个水池啊，一个泉池的里面有一边冷一边热，叫做水火既济，在那边啊洗手沐浴等之后，突然间肚子痛了，就开始在水池旁边的菩提树下生出了释迦牟尼佛这个悉达多太子。啊，从此呢，因为他是建焕王的儿子，是王子，所以就历史上就很出名了那个地方。啊，但是呢，后来后人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成佛，大家也到那边要洗这个水，到菩提树下打坐，去拜，打坐，那么悟，啊，在那边灵修，啊，以为释迦牟尼佛就是那里的，出来了。那是表皮而已，它的根不在哪里，它的根在建焕王另一个地区啊，建皇宫，那国王皇宫那里出生的，它的根是在那里啊，建焕王的王宫坐东向西啊，在西北边就是他的皇宫，建焕王与皇后所住的地方。所以释迦牟尼他的受孕是在啊他的啊皇宫啊那里。啊，这个是追根溯源到那里，我们一看哦，我恍然大悟，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的智慧啊来看待皇宫，他的正宫还有他的寝宫。喂，方位刚好在前宫，前方的宫位，坐东向西，卯山有相，地泽岭的卦象，而且在第二爻变成地雷户，啊，地雷户呢，就是告诉我们，啊，宇宙虚空山河大地，一言复始，万象更新。筛出了一位救世主的伟人释迦牟尼佛陀的诞生地啊，他的根源地。所以我们去看了，我很高兴，当时呢在那个地方要问谁，旅行社都告诉了是表皮，那我们就无以问苍天啊，只有苍天可以来肯定，所以我定下来祈求苍天佛陀龙天护法，若是这个地方我所讲的蔚为今圣教，我们的易经大学
维新博士的所有的法师们啊，开示了这个点是释迦牟尼佛他的根源在这里的话，请你马上能够太阳佛光普照来照耀的这个地方。我讲了差不多一分多钟，原来阴天天门开了，太阳照下的这个宝地来了，啊，净饭王的王宫来了，而且我们有同修师兄，把他赶快照下，照太阳，太阳一照起来呢，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哦，这个就肯定这个地点没有错，就是这样，释迦牟尼在那里啊，从天上降下来在那里。这追根溯源，根也有里面的这最硬的根源，不是表皮呀、啊，所以现在很多去朝圣呢，都去悉达多出生的那一个水池那里去朝圣，啊，做成博物馆很热闹。他的根王宫的地方呢，变成废墟。啊，那我们去了，我一直感觉佛陀，他很高兴欢迎我们去。他说，有一种感觉说。2500多年了，没有人去认出它的根，它的源在哪里？原来根源就在皇宫的西北前宫。哦，所以这一点让我非常的感动，我非常感动呢，我向佛陀感恩。好，那我画这个形状带给各位看。住皇宫啊，这么是东，啊，这么西，北，他的寝宫就在这里，坐东向西。这本事也是坐东向西，卯山有象，临卦二爻啊，那么这里也是一样，这边是西门、南门、北门、东门。当时释迦牟尼佛他从东门出去的，出去啊，去修行、去修道去了，啊，骑了一只白马。说这个白马的一位将军一起跟佛陀出去了，佛陀就不回来了，啊，把所有的东西呢在白马上，要这位将军呢，啊，白马送回皇宫，送还净饭王。结果那一只马很伤心，
来到东门外就死了，没有进入皇宫来。他的灵性也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去修行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他29岁就出家，出家去修行，寻找生命的根源，去寻找生命的真实意。啊，后来大彻大悟了，为5位弟子他的部下开始说法，5个说法就讲解八正道，如何来安心。心不安，什么事情都免谈。所以刚才我们圆智法师，宜兰道堂圆智法师啊，到就是跟我讲他的跟我结缘之前呢，他与刘培忠大师修法。刘培忠大师呢啊，告诉圆智法师他们，你们家里没有弄好，家里没有管理好，家里夫妻感情没有处理好，你来修是白修的，修不好。唯心说，这个就和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八正道的正念完全相符。正念是家庭夫妻啊，大大小小家没有顾好，你要修行就免谈，人生就白走。所以你这一生家庭没有顾好，你要修成正果那是免谈，那是走火入魔。那么圆智法师呢，刚好当时啊84年在我们第四台看到我在讲道讲经讲风水，也是讲的说大家要先把家顾好再来谈修行。所以他就很高兴的进入我们法门来了啊，我不是拉他进入法门来，不是将他在啊昆仑仙中拉他过来，而是教主他刘培忠大师的涅槃往生了，所以他呢就第二段再来续缘来了，到此禅七山仙佛寺来维新圣教来续缘。这都是我们每个的人生脚步都一样，你们也一样，你们有你们的信仰主轴，后来因为有缘呢进入我们维新圣教来了，你们本教原来所修所学的根源你们不能忘本，不能这样就开始就不去了。好，那你要去会做进一步的去审视原来的教义教法对你们是什么功能，开示各位怎么样来做人处事修身养性，你所拜的神都是正确的，都是正神，只是我们的念头邪念，那就没有办法成就嘛。所以各位同修，今天你们有缘又进入维新圣教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的法门来，进入这个新闻是以中华文化道统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合为一炉的教门啊，这个都是有很深的内涵。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出生地是根是因，来到我们现在是缘，2500多年哦，这个都是缘分的缘。
都是经过。我在哪里呢？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绝对能够成就正佛果位啊！你绝对能够成就你所要的心理所需的上圣般若智慧。所以我们金刚经一直讲，讲得很慢，从最开始我们进门来一直学一直修啊，各种的境界果位，到菩萨果位、阿罗汉、狮头环啊，还有什么果位、什么果位都有了。果位就是修法的境界，你修到菩萨相，菩萨就是无事相，就是菩萨。而佛去除事相，再升华为佛。到上个礼上周我们是共修如来，如来是什么？你要怎么修呢？修如来呢，好，第一时语说话说实实在在的话，不要打妄语啊，这就是实语无恶语，这都是修口啊，无妄语，啊，无其语，啊，这都是修口，这修口。你修口啊，才能够进入如来的境界。那么王禅老祖告诉我们要修口业，修心修口，你要修口不要乱说话，无中生有啊，乱骂人很容易动怒啊，挑拨离间，制造不实的话语，这都不是如来耶，都是魔啊。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要修口，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就是要说。所以老祖真经开示了，不知而讲无知也，知而不讲不耻也啊，这个是修口，这个叫如来，如来口。所以金刚经开示，如来者，修法是修口开始。那我们现在给各位修如来的妙法，从哪里开始？大家诵经念经，啊，以佛讲话，以菩萨讲话，不要与众生勾勾敌，不该说的话乱讲。开口骂人，以为你就搞了，那个都是恶魔招彰啊！所以我们是进入道场修行，
一个嘴不要乱讲，骂人家，乱骂，那就是魔业魔口啊。所以要修到如来，口出正语，口出慈悲的话语，让人有信心，有生命的活力，即是如来开口啊！祝福各位。